Hello，大家好，现在是派派的多语小课堂开始。今天我来选一个词，来自开端的一个片段，然后我们来说中文、英文、德语跟泰语。我为什么选了这段话呢？是因为它这个名字特别特别长，然后就是跟我的名字一样。非常好，开始看。你是龙，冒着使徒哮喘征服者被光选中的人敌。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，但你现在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。帮我。好，刚刚就是卢迪，卢，猫之使徒，哮喘征服者被光选中的人敌。然后我选的是。一个词儿，这个词儿就是猫，中文说的就是猫，我觉得大家知道。然后，英语特别简单，cat，cat，cat。然后德语呢，katze，katze，katze。然后泰语呢，就是猫，a 我，mail。对，好，再来一遍，中文是猫，英语是 cat，德语是 katze，泰语是 mail。好。下课，来看下一次是什么词。拜拜。